超感星电影第一次主题竞演正式开始。I think it was a really, really nice performance. I think the remix was very good. 800 points. Congratulations. That's amazing. Thank you so much.I actually like everything about the song. It's 800 points for me. I think it's an amazing song. Thank you. Thank you so much. 800电量拿到手。小兔的爱是比较可爱，比较浪漫。然后我觉得为了我们的歌是比较性感，比较 sexy， 比较 sexy。有请刘雨昕 feat. Dexter King 德老师带来的表演 ，Baby I Know。Yes, baby, I know。这个制作水准放在这儿。哎呀，超 boss 啊！这个应该分数。玩挺嗨的，有50位电子音乐爱好者和50位泛音乐爱好者，选择其中一个将电量进行翻倍。我们电音圈的人有义务让更多不懂电音的人更加的理解电音，更加的喜爱电音。所以你最终选择希望翻倍电量的泛音乐爱好者这边的电量是。5800电量，哇，这个差的比较多，这太低了，这个分。这个分数对我来说其实是最不重要的，而且我达成了自己本身来这里的目的，想给大家传播电子音乐的知识，想推广电子音乐的文化，我就很满足了。接下来让我们舞台交给歌手蛋壳和电音人 Moose。在我维语的歌词里面有提到，因为我对很多的电音人质疑，然后我就在歌词里面用很黑怕的方式回应了一下。三千电量就这。那么现在同样的，在你面前有两大区域，好好思考。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听电子音乐想要的期待。我觉得他不敢选电子。我这次选